内地时候给予力量和勇气的话。订阅会带来很多快乐，会订阅我的。一切困难都可以变成机会。现在摔倒，明天起来也行。我是支配我人生的主人，我做的是为了我自己。在那困难结束之前，我不会停止的。成功是我战胜一切困难的时刻。我相信自己，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必须努力。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赢，可以对我所做到的事情感到欣慰。我现在心里还有力量和勇气，那困难我能克服。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可能的。我会按照我所相信的，在我战胜困难的那一刻，我会变得更坚强。努力的结果就是我的。我为了实现我想要的东西而存在。我可以变得更强壮。我可能会失败，但那是成功的第一步。我所拥有的牺牲和努力最终会带来其价值。我充分感谢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。我随时可以再站起来。为了纪念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将继续下一步。我有资格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我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。我挑战自己。在我努力我赢的那一刻，我更有信心了。我喜欢挑战困难的工作。我为了实现我的梦想而努力。我能实现目标的想法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可以利用我的优点成功。我相信自己，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记得我能战胜它。失败是我成功的必要步骤。我重新站起来更重要。我能充分利用我所拥有的东西。我为了实现我的梦想而努力。我从我所经历的所有困难中学习和成长。我对自己做的选择有信心。我确实相信我能实现目标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有我守护的价值。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。如果我解决了困难，我对自己的信任就会更强。我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我所拥有的优势和能力。我为了实现目标而拥有的热情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
我相信我所拥有的东西，并忠实于自己想要守护的价值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前进。我喜欢在困难中学习和成长。